大家好，我是鳝鱼宝宝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江洞哦，看我怎么样把它拿起来啊。十好像，可能有一斤。怎么那个石头好大呀？怎么放到在哪边呢？我那个下的还是八九两。那个这么大的洞啊？那不然都是下的是？下的都是小的是吧？都是八九两，算是斤斤。有一天下三十斤的，有一天下三十斤啊！还在翻水呢，你扒着翻水。小的，我来一个大的啊，大的也在这边啊。这条可能，哇，一斤啊，哇塞！来，漂不漂亮？连拿两条起来啊！哦，哇！过来下的有点好轻薄，他那个啊，说上面的那个媳妇跑来说笑，是吧？他说，哎，你是好沉沉的。